各位来宾，下午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渣打银行举办的 Libor 过渡客户线上分享会。那么这次分享会的时候呢，咱们离美元同业拆放利率 Libor 停用还有不到1年的时间了，因此呢，也是比较紧迫了。我们今天的目标呢是分享相关信息，帮助您了解和准备 Libor 停用和基准利率切换。在这次分享会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着重介绍渣打银行推出的关于 LIBOR 转换的具体方案，以便与您共同应对这一过渡期间。那么在开始之前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分享会的设置。首先呢，咱们这次是采用线上直播，同时呢，在 BlueJeans 的这个 APP。中呢会直接投屏我们的这个 presentation 的 PPT，如果您看不清 PPT 呢，可以使用这个APP 下方的这个拉条来进行放大、缩小以及局部的放大。那么缩放屏幕呢在屏幕的下方，同时呢我们在最后呢准备了一个20分钟左右的问答环节，如果您有问题呢，随时可以将您的问题写在屏幕的右侧。您可以随时在问答板中写下您的问题，同时呢，在最后我们统一的问答环节中，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回答每一个问题呢，我们会根据您所留下的您的这个具体的所属的机构以及联系方式呢，在后续再向您做进一步的解答。所以呢，如果说是时间受限的话呢，也希望您尽可能的留下您的机构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以及客户经理呢都会进一步的去进行跟进。在这整个我们整个分享会上呢，您会自动被设置城市静音。那么在会后呢，和前几次的分享会一样，我们会提供一个链接，链接中呢就包含了我们这次的分享会的 PPT 以及直播的这个回顾。那另外呢，因为之前的这个直播的这个链接呢，在国内打开是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这次呢切换了另外的一个这个会后回顾直播的一个方式。那么，前面呢就介绍到这里，下面呢我们就进入这次的分享会的内容和主题。我是罗云洲，来自渣打银行的金融市场部。今天呢，我会和我们法务部的贾静以及交易银行部的吴婷婷呢，共同给大家带来这次分享会。同时呢，我们内控合规部的潘哲彪以及我们几位呢，都会在后续呢，去完成这个问答环节。好，那么这次分享会的这个主要呢会覆盖以下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呢，LIBOR 的停用已经到了最后一步，所以呢您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和应对。接下来的第一部分呢，我们会向您介绍最新的 LIBOR 停用的时间表，以及一些行业信息和市场现状，并且呢介绍这些事件对您的影响。那第二部分呢，我们会着重向您介绍一些关于 LIBOR 转换的关键信息，以及我行所提供的过渡利率替代等等修改方案。那么最后一部分呢，我们会对于一些典型的变更或者后备的方案呢，向您介绍具体的实施步骤，以帮助您提前计划和安排好对于存续合同与交易的平稳过渡。那么我们再到下一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美元以及其他币种的LIBOR 停用的时间表。那么首先呢，在左上角是我们目前最紧迫的一个时间，就是今年年底。首先呢，在今年之前呢，在去年的12月底，一个非美元的这个关键币种的 LIBOR 以及美元的非关键期限的 LIBOR 呢，已经被停用或者失去代表性了。因此呢，一些这个小币种的这个 LIBOR 的转换呢，相信如果各位有挂钩，比方说日元和这个英镑的 LIBOR 的这个合约呢，现在呢这部分已经被触及了。那么进入到今年之后呢，我们今年的第一个节点是今年年底，12月31日呢将会停用日元合成 LIBOR。包括1个月、3个月和6个月3个大的期限。那么，
我们这里讲的这个合成 label 呢，同时还有一个英镑的这个合成 label，就是在上方中间的这一个框。英镑合成 label 呢，我们现在具体还在等英国的金融监管机构的一个进一步的确认。这之前呢，英国监管机构 FCA 呢已经是发布了一个行业的意见征求。那么这个征求已经结束，但是呢，我们还在等待它的这个结果的发布，来进一步确认这个英镑的合成 label 的停用，应该是最早就是今年年底，然后预计呢是最晚的也是明年的第一季度。那么再看这个下方左边的这一个框呢，是吉隆坡银行同业拆放利率呢也将会在明年1月1日呢停用2个月和12个月这两个期限。那进入明年呢，一个最关键的节点就是上方右侧的这个框，美元 LIBOR 的关键期限，隔夜 LIBOR 以及12个月 LIBOR 呢，将会在明年的6月30日确定停用。那么，除了美元 LIBOR 之外呢，还有一些直接挂钩美元 LIBOR 利率的这个其他币种的参考利率呢，也将受它的影响呢，停止使用。因此呢，这个时间节点，2023年6月30日呢，被我们视为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 LIBOR 转换的最后期限。我们希望呢，能够在这之前呢，帮助您一起完成这个必要的合约修改。那么右下角的这个框呢，我们把它标成灰色，因为还在待进一步的这个确认。我们讲的是这个美元合成 LIBOR 方面呢，1个月、3个月以及6个月，这都是大期限，可能会在6月30号停用或者丧失代表性。这个呢也是和美元的这个隔夜以及12个月呢，是具有一致性的。那么因为这个期限，它可能会丧失代表性，因此呢，这个日期呢，也就是会触发所有合约的后备条款，触发挂钩 LIBOR 的合约的这个利率转换的这个日期。那么我们再到下一页，下一页的这两张图中的这个体现的数据呢，也是我们在过去的几次分享会中呢，一直在更新的。那么分别代表的呢是挂钩SOFR 的衍生品市场，以及挂钩 SOFR 的这个美国贷款市场的这个活跃程度。那么大家现在市场已经达成了一致的公认，就是美元 LIBOR 的继认利率呢，就是隔夜 LIBOR 了。那么sorry，不好意思，是隔夜的 SOFR，就是 SOFR 利率。那为了跟后面我们会再具体介绍的这个期限 SOFR 来进行区分呢，我后面一般会就是着重区分开来说，这个是一个隔夜的 SOFR。那么SOFR 利率呢，它是基于实际成交的这个交易来进行计算的一个基准利率。那么，在市场的反应来看呢，SOFR 来替代 LIBOR 呢，自从去年下半年进入今年之后呢，是进展迅速。大家可以看到左图体现的呢是，挂钩 SOFR 的衍生品市场的，挂钩 SOFR 的衍生品名义本金以及交易量，不管是从量还是数量来说呢，都是增长得非常迅速的。那么尤其呢，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就是在进入2022年以后。由于传统的挂钩 LIBOR 的新交易是受限的，所以呢，挂钩 SOFR 的这个交易呢，交易量迅速增强。那么我们在市场上也观察到，它的流动性现在呢是有了显著的提高。那么右图呢是体现的是美国的贷款市场，杠杆贷款的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基础利率，同时表现了就是挂钩 LIBOR 的和挂钩 SOFR 的两种基础利率的这个总的发行量。那么我们也是同样可以看到，今年1月份以来呢，这个量是迅速增强的。虽然每个月的这个发行量呢有比较大的波动，这个也是这个市场的这个季节性因素，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进入今年以来呢，LIBOR 基本上是不再有新发的挂钩 LIBOR 的杠杆贷款，而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基本上 LIBOR 已经完全被 SOFR 取代了，在这个市场上。那么这个也是跟我们的这个
行业的一个共识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再往下一页走。这一页呢，我们来着重关注一下监管对于 LIBOR 转换的这个支持和态度。今年7月份呢，美国的监管机构美联储以及英国的监管机构英国金融行为监督局呢，是共同举办了这个关于 LIBOR 转换的一个共同会议。那么，这个 title 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这个最后一次会议，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了过渡的最后阶段。这个过渡的方式呢，我们的选择呢都已经很清晰了，在下文中呢会再详细的展开。那么总的来说呢，这次呢，英国和美国的这个监管机构呢，共同强调的点呢，就是刚才说的，我们其实整个市场在这个过渡上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同时呢也强调，各个市场参与机构只要是有挂钩 LIBOR 的存量的合约，那么就应该在它的停用日期之前呢，要修改遗留的这个挂钩美元的 LIBOR 合约。那么第三呢，这个是关于一个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就是LIBOR 转换呢，从根本上是由于 LIBOR 的这个机制是使得它易于被操纵，而对于各个类型的这个参与者呢，这个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呢，在后续的这个转换之后呢，也是需要确保，后续使用的基准利率，比方说美元的话是 SOFR，它应当是不容易被操纵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SOFR 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机制呢，它的确是能够保障 SOFR 的这个公允性。好，那么除此以外呢，另外替代参考率委员会 ARC 也是在7月份呢发布了关于 LIBOR 的过渡手册。那么这其中呢也详细提到了，那么具体的这个变更路径呢，是机构。就参与机构呢，应该制定最合适这些合约的 LIBOR 的过渡条款。那么这些过渡条款呢，可以是依赖后备条文，但是呢，也可以，在这个6月30号来到之前呢，就主动的去修改这些合约。这两个这个途径呢，都是可行的，并且呢，欢迎参与者呢去。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制定最合适的一个过渡的路径。那么，具体的这两种路径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再往下一页看。那么刚才说的这两种途径呢，一种叫做主动的合约转换，第二种呢叫做加入文件的后备条文。那么前者呢，主动的合约转换呢，是双方一同协定在一笔或多笔这个合约上呢，在当期或者是在未来一个确定的时间，在明年的6月30日之前，就已经主动的去把这个基准利率呢从 LIBOR 转换成一个它的替代利率。那么这样的主动转换呢有两个好处，首先呢是明确转换的时间，这个不需要再等 LIBOR 失去代表性啊，等等的这些这个停用事件，而是非常明确的，在一个日期之后呢，它就生效了。第二呢，就是在价格上的确定性，那么完全可以控制这个转换之后呢，这个适用的利率是 SOFR，然后这个利差是多少，这个是在转换的时候呢就已经完全明确了。那么第二种呢，加入文件的后备条文，这个呢，也是很多这个机构，尤其是金融机构，包括行业，就如果是衍生品市场的话呢，NAFMII 和 ISDA 都是在积极的去推动的一件事，就是在合约中呢加入后备条文或者更新原合约的后备条文，使得它呢对能够应对 LIBOR 停用之后的这个事件，并且呢把它导到一个正确的参考利率上。那么这个后备条文的触发呢，就会是在这个合同中具体定义的这个停用事件了。那么需要明确的是，首先的后备条文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在很多情况下呢，其实还是需要综合考虑来确定什么是更加适合的方案。但是呢，文件的后备条文呢是可以作为一个保险策略，保证在6月30号
到来之际呢，至少我们有一个这个后备的解决方案。而且呢，两者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完全可以在已经加入后备条文的基础上呢，同时再进行双边的主动转换的合约的这个协商。那么，在监管来说呢，现在监管的态度也是呼吁市场的参与者积极的去进行这个遗留合约的修改，以完成及时的转换。那么对于合约的路径呢，也是两者都是可行的。同时呢，两者也是互相之间是不排斥的。除了刚才提到的美国和英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呢，还有像新加坡的、像香港的 HKMA 呢，其实都对于这个 LIBOR 转换的这个事件呢进行了深度的关注。好，那么我们现在再往下一页。接下去呢，我们要讨论一些这个具体合约的这个修改的情形。那为什么现在就需要开始准备这个合约的修改呢？首先呢，刚才提到了合约修改的这个两个可能的这个路径。那在合约的修改上呢，其实它的路径呢是不唯一的，而且呢选项也是有多个的。每个选项包括替代利率是 SOFR 还是这个期限 SOFR。包括到底是主动转换，还是加入后备条文，还是先加入后备条文，同时再进行主动转换？那么这些不同的方案呢，各有利弊。相信您的内部评估呢，也会需要时间。那需要时间去判定您具体的这个各种合约的类型、数量、仓位等等。那么再看是哪一种方案呢？是对您来说是综合考虑是最佳的。那么，所以呢，首先我们估计您需要有时间呢来进行内部的评估。第二呢，我们也希望留一定的时间呢去完成这个合同的商定和签署，因为LIBOR 的相关的这个转换的条文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条款。那么，因此呢，为了能够及时的完成这个签署呢，我们也希望留一定的时间给双方的内部的走流程以及这个进行完成法律的审阅。那么，所以呢，这个也是比较花时间的一个点。那么第三呢，我们也是希望对于您的一些，比方说美元的融资合同，比方说原来是挂钩 LIBOR 的，在未来呢，可能挂钩 LIBOR 的融资合约在提款的时候呢，如果还没有完成转换，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制，或者是出现延迟。那么为了避免呢，融资需要提款的时候出现延迟呢，我们也是希望和建议您尽快完成这个合约的转换。我们再到下一页。这一页呢，其实在之前的几次的这个，咱们的这个 LIBOR 的产品分享会上呢，也已经介绍过，主要是分析原来的这个基准利率美元 LIBOR 以及新的这个美元的参考利率，SOFR 和期限 SOFR 它的一些异同。那么，我直接，这表比较复杂，我直接着重的介绍几个比较重要的点吧。那么首先呢，大家可以观察到最左边这个原来的利率 LIBOR 和现在新的这个可使用的一个基准利率 Term SOFR 呢，它其实呢在利息的计算上呢具有非常多的相似性，它们两个都是提前计息的，而这隔夜 SOFR 呢是延迟计息，也就是后置的一个计息方式的。刚才说的 LIBOR 和 Term SOFR，它们都是单利的，它们都是有具有这个期限结构的，因此呢，在这个实际的操作上呢，会有更多的这个灵活性，因为它是提前计息，所以呢，在期初就已经确定了付息的金额，也便于资金的管理。而 Term SOFR 呢，而隔夜 SOFR，sorry，它呢是一个复利的，一般来说是一个复利的设置，它是隔夜利率，因此是利滚利嘛，而且它也因此它需要滚到一个期末才能够明确这一期的这个利率金额，它在计算利息上呢有较多的细节是需要进一步注意的，
比如说呢，回溯、观察偏差这些技术细节。那么这些细节呢，其实在之前的分享会上呢，有已经介绍过，这里也不赘述了。如果您需要一些相关的信息呢，欢迎咨询您的客户经理。好，那么我们再到下一页。那么具体是如何进行这个转换的呢？我们过去的这个合约挂钩 LIBOR，那么新的合约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这里呢，用两部分呢，通过在一个融资的合约上，去进行一个这个案例的说明。那么我们分为两部分，左边这个篮筐呢是存量的这个融资的合约，绿的呢是新的融资合约。那么，首先呢，我们看这个存量的这个融资合约。第一种情况，我原来是有一个美元的这个融资，是美元 LIBOR 加息差。那么它会如何变化呢？那么第一种情况呢，我们会把这个美元的 LIBOR 呢，把它通过合约的修改替换成一个这个下面的篮筐就是 SOFR，上面的这个绿框呢，我们叫做信贷调整息差 CAS。那么，除了这一部分以外呢，再加上之前已经约定好的息差，那么这个息差呢是不变的。那所以我们呢是把这个 LIBOR 变成了一个 SOFR，再加上一个 CAS 的概念。那么这个 CAS 具体是什么，然后又是怎么计算的呢？大家可以，可以理解，也可以参照这个市场的水平来看，美元的 LIBOR 和 SOFR 的水平之间呢，天然是有一个息差的。这个息差呢，是来源于美元 LIBOR 是一个有信用息差的一个基准利率，而 SOFR 呢，就是一个我们市场可以认为是一个无风险利率，它是没有信用息差的。那么因此呢，LIBOR 天然的由于它的这个结构和定义呢，就会高于 SOFR。那么，当我们把美元 LIBOR 转换成美元 SOFR 的时候呢，这个不管是在行业上还是这个监管机构呢，都认同，并不是一个没有息差的一个转换，它会有一个天然的息差，而且这个息差呢，会在这个合约的这个变更中去体现。那么我们这里就是通过一个信贷调整息差来进行体现，它具体的这个水平是怎么样呢？对于每笔合约来说，它是一个固定的数，它不会每一期进行变化。那么这个固定的数呢，有可能是一个基于过去5年的历史水平的一个这个比较之后得出的一个差异。这个差异呢是体现在 Bloomberg 上，这是 Bloomberg 计算并且公布的，所以是有公允性的。也有可能是一个基于市场报价得出的息差。具体的呢是看您的这个转换具体的，转换成什么基准，然后什么样的convention。那么所以这两个呢都是有可能的，也是看您是主动转换还是一个后备。后备的话呢，有可能就会使用过去5年的这个历史的水平的差异。而主动转换呢，一般是根据市场水平来进行这个计算，并且双方协商的。但是呢，它是一个在合同修改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的一个固定的数。那么这是第一种情况。这种变化方式呢，往往是使用于存量的融资贷款以及衍生工具。那么除了这种情况以外呢，还有第二种修订定价结构，就是下面的这个框，它也同样是针对一些存量的这个挂钩 LIBOR 的合约，但是呢，它就会把 LIBOR 加上息差的这个结构直接调整为 SOFR 加上一个新的息差，那么这个新的息差呢，叫经修订息差呢，就已经包含了上面我们所说的信贷调整息差以及原来的息差，但是给到您的呢，就是一个已经包含的利率，不再区分这两部分。那么这种修改方式呢，往往是适用于贸易产品。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新的融资，是怎么去确定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右边的这个绿色的这个框里面，如果是一笔新的合约，比方说新的融资交易，那么它的定价结构呢，就是非常简单了，就是单纯的是一个 SOFR 加上一个息差。
这个息差呢，我们也不会去区分它是什么息差，就是给到您的一个新的息差。所以呢，这是我们，在 LIBOR 融资上的一些这个，比较基础的，这个利率转换的一些情形。好，那么接下去呢，我把时间交给我的法务部的同事贾静，来给大家解释一些合约的修改流程。谢谢那个罗云洲啊，那个我现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合约修改的流程。我这一块呢，主要是针对那个跟融资连接的掉期交易的合约修改来展开的。请大家看第11张 PPT。在这个 PPT 里面呢，我们有一个假想的一个案例。那么客户 A 呢，他同时有一个贷款，然后跟这个贷款相连呢，它有一个掉期美元的掉期的一个交易。那么我们说这个掉期交易，它是直接是为了对冲这个贷款交易的这个利率风险，因此呢，它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融资连接的一个掉期交易模式。那么客户 A 呢，他已经签署了 ISTA 的20年的这个IBOR 的后备议定书，然后他其实在他的这个文件中已经加入了监管所要求的这个后备机制。那么针对他这一笔交易，他有一笔美元的掉期交易而言呢，他还剩下了3个定价日还没有到，其中有一个定价日呢是发生在2023年的11月30号，也就是说是在那个 USD LIBOR 的这个停用日之后，它还有一期的这个 fixing 没有需要完成。这里需要就是说明，那我们再一起来过一下这个假想案例的其他的条款。那它的名义本金是1000万美金，然后它的参考利率是6个月的美元的 LIBOR。它的息差是65个基点，然后它的在那个掉期端它这一边是定息是3.3，然后它的这个计息呢是因为它是 LIBOR，所以它是就是在前置性就是就是前置性的就知道这个定息的这个利率到底是多少，然后到期日是2024年的5月31日，它的利率确定日现在还剩下3个日子，其中这个红色标红的地方，它是在美元 LIBOR 的停稳之后的一个定息日。这里需要说明3点啊，就是刚才第一个有提到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美元掉期交易就是一个典型的融资连接的这个美元掉期交易所以呢，在我们考虑这个掉期交易它的利率转化过程中，我们要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利率掉期交易的转化，需要跟它的贷款交易的转化尽量保持一致，特别是在现金流这方面要保持一致，然后才能达到充分的这个利率避险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客人他已经签这个 ISTA 的 IBOR 的后备议定书，但是呢，就像刚才罗英洲有讲到的，他虽然签署了议定书，但并不阻止客人在这笔交易下进行主动的一个参考利率的转换，也就是说，虽然他签署了这个议定书，他仍然可以跟交易对手一起来针对这笔交易进行，在这个就是2023年的6月30号之前就来做一个主动积极的一个转换。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这个 case 里面，我们给到这个数据就是一个假设性的一个举例，只是做那个参考的目的。谢谢，下一页。这第12页上给出了一个，就是我们掉期交易的一个，就是跟这个贷款 link 的这个掉期交易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需要进行合同修改的步骤。那可能有人会问说，我可以什么都不做吗？其实，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什么都不做，其实在这个利率转化过程中不是一个很好的选项。比如说以衍生产品交易而言，如果我们不主动去签署这个 ISTA 这个 IBOR 的后备议定书的话，那其实我们的衍生交易是没有任何的后备，甚至是不满足监管的这个要求的。
但是呢，即便是我们自己去签署了我们的这个 ISTA 的 IBOR 议定书，仍然不能达到这个交易提供坚固的后背的要求，因为我们还需要去确认我们的交易对手方也是签署了这个后背议定书，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和我们的交易对手之间的交易才真正具有了有效的后背机制。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说，在签署后背议定书过后，同时是可以进行一个积极的利益参考利率的转换，而且是越早开始谈判越好。下一页。那修改我们这个掉期合同的第一步是什么呢？第一步就是我们要确定我们的修改目标是什么。一般来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以这个最低的成本或者是零成本来实现现金流的错配的最小化，这是我们需要达到的第一个目标。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尽量去减少我们的转换成本。此外呢，我们还要尽量去减少我们的操作成本，还有文件修订的这个难度。那么基于这样的目标，那么我们来确定我们可以用的这个第一步，我们来确定我们可以用的这个可用的转换的这个方案。那针对贷款交易，在我们这个假想的案例中，那客人呢可能使用的是这个隔夜的 SOFA，也可能使用是期限 SOFA。那么针对在这种情况下，针对我们的掉期交易呢，我们掉期交易可以使用的替代率呢，也仍然是隔夜 SOFA 或者是期限的 SOFA。那这里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隔夜的 SOFA 呢，会比我们的期限 SOFA 呢要便宜，因为根据这个替代基准利率委员会 NRC 的这个政策，这个期限 SOFA 是没有一个所谓的interdealer 的 market 的，因此呢，这个银行呢是不能 face 把自己 face 客户的这个期限 SOFA 的 swap 交易在这个 interdealer market 进行交易和对冲，所以这个是他们两个 overnight SOFA 和time SOFA 在这个pricing 上会有的一个小小的差别。那在假设我们的客户 A 在进行充分选择，他选择了这个 overnight SOFA 作为这个转换利率。那下一页。当这个客户 A 他选择了 overnight SOFA 作为他的转换利率过后呢，我们第二步就是要去确定这个利率的计算方法。那客户 A 的他的想法呢，是希望能够减少现金流的不匹配，尽可能将未来现金流确定下来，这是他的诉求。那么针对他的这个诉求呢，在贷款端呢，我们会给出建议，说是使用回溯五个没有观察期偏差的工作日这样一个确实定期的方法。那么在掉期端呢，我们建议呢会给出一个建议是说，我们是使用回溯两个有观察期偏差的工作日作为掉期端的这个定期的方法。那么当我们会跟客人来充分的讨论我们给出来这个建议，那么在考虑了客人的想法后呢，客人呢假定客人最后就决定了采用这个回溯五个没有观察期偏差的工作日这种方法来做自己的定期方法。为什么就说客人可能会选客人？客人选这个方法，因为客人他有一个诉求，就是说他希望我们给出来的这个方案呢，是客人在利息支付日之前准备资金的时间能够越长越好，所以呢，我们选择了这个五个工作日。在就是这个转换过程中，大家还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像掉期交易的支付规则，匹配贷款交易的支付规则的这个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个额外的成本。比如说，可能就是说，我们就经常会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这个转换，我是用贷款去救掉期交易，还是用掉期交易去救贷款交易？所以就是有一个一前一后以谁为主的这么一个选择。但一旦我们以这个贷款交易为主，让掉期交易去跟它进行匹配的时候，这时候可能就掉期交易而言，可能会产生额外的成本。下一页。接下来是第三步，就是决定什么时候我们开始使用这个新的这个参考利率进行新的定价。
那么客户，比如说在我们这个案例中，客户 A 他的要求是尽可能使用 USD LIBOR 作为参考利率。那如果是按照客人这样的诉求的呢，我们的转换方案里面，我们在确定这个转换利率的或者是新的利率的使用时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个新的利率的使用时间选在它最后一个定价日，也就是那个2023年的这个11月30号，因为就它前面两个定价日而言呢，它是可以仍然去参考这个 USD LIBOR 发布的价格来进行定息的。因此呢，在这个第四，因此在第三步里，我们按照客人的需求呢，最后确定了2023年的11月30号作为客人使用新的参考利率的这个转换日。下一页。确定了这个新的转换日过后呢，我们第四步就是要确定这个信用调整的息差。在确定这个信用调整息差上，我们有两个可选的方案，一个是使用呢 ISTA 发布的信用调整息差，这个信用调整息差呢是2021年3月5号由 ISTA 确定并且通过彭博进行发布的。另外一个可选方案呢，是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信用调整息差。这个刚才龙应洲有提到过关于息差的相关的这个内容的时候有提到过。那么，由于我们主要考虑问题是这个 US LIBOR 停用日，我们主要会考虑 USD LIBOR 停用日前和停用日后不同的信用调整息差的差别，来帮助客人来确定说客人是使用什么样的一个信用调整息差。那么，假设我们的客人在我现在的 case 里，他使用的是那个ISTA 发布的信用调整息差，那么我们就看到下一步应该怎么来做呢？下一页，谢谢。当上面就是通过前面四步，我们确定了主要的一些信用那个合约修改的内容过后。我们最后一步就走到了我们的相关的文件的修订，我们会签署相关的文件，然后对现存交易进的具体条款进行修改，然后我们渣打银行会向客人提出一个全新的一个法律文件，其中这个法律文件就包括了上面我们提到的所有商讨的内容。下一页。在法律文件，当法律文件在客户和银行之间签署完毕过后，我们就会将相关的这些内容传递到我们的后台，我们的后台就会在系统里进行相关的设置，这样以确保银行在跟这个客户约定的转换日相关的交易能够顺利的进行转换。下一页。好，那在这一页上，我们就按照刚才我们一步一步的这个步骤我们来总结一下刚才我们做的一些就是交易条款的一些变化。这个表格呈现了这个合约修改前后的条款对比，灰色部分呢是修改前的条款，绿色部分呢是修改后的条款。让我们来快快看一下。参考利率呢从6个月的 USD LIBOR，然后转换成了 Overnight SOFR。全包的定价，这个 all in price 呢，以前是呢 USD LIBOR 加65个 BP，现在转换成了这个复利的这个 SOFR 6个月的复利，然后加了65个 BP，并且还加了42.82个 BP，这个是跟信用调整息差有关的。然后利率计息方法从前瞻式的这个 US LIBOR 的定价方法转换成了这种后置式的这种隔夜 SOFR 的复利的这种计息的方法。利率转换日从最后利率转换日呢，就是我们刚才有谈到的最后一个付息日，就最后一个 fixing day，就是那个2023年的11月30号。下一页。在合约转换过程中，我们还需要考虑什么其他的因素呢？这些做了一些类举，就是列举，但是它不是那个穷尽性的列举，只是抛砖引玉。比如说，
您需要考虑到您的投资组合里面还跟什么样的一些风险敞口相关，因为这些风险敞口都会影响到你的转换的这个安排。还有第二个，您的系统是否支持新的这种参考价格、新的定价方式？第三个就是其他一些操作性的影响，比如说新的定价对您在会计处理方面的影响。第四个就是由于这个基准利率转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所以您是否需要去寻求独立的这个参考意见呢？这些都是我们在进行这个利率转化过程中对合同修改时都需要去考虑的一些因素。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将走到下一个环节，是介绍这个期限贷款和那个贸易融资这个合同修改所需要考虑的一些因素。谢谢。好的，谢谢贾静，大家好，我是渣打银行交银行部的吴婷婷，那么后面的期限贷款和贸易融资这一块呢，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那在接下来的这几章幻灯片中呢，我们会介绍贸易融资和期限贷款组合的一个修改过程，大家可能在这方面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这个前面介绍的相同的这种修改过程是否适用于其他的风险敞口组合，比方说我们这边提到的这个期限贷款和贸易融资，那简而言之的一个回答是是的，但是可能因为产品的不同，会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我们会在下一章幻灯片中讨论一下。下一页。那我们修改流程的第一步是确定要使用的费率类型。根据产品，我们这里边会有几个选项。对于期限贷款而言，基准利率可以是 overnight 的 SOFR。也可以是 term SOFR，就是期限 SOFR。那对于贸易融资而言呢，因为它比较依赖前瞻性的这个利率，所以我们可用的选项只有 term SOFR 这一个选项。我们再看下一页。那下一步要考虑的是利息的计算。如果我们的期限贷款定价是这个有抵押隔夜融资利率，就是我们 SOFR 的一个。复合后付，那通常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回溯五个没有观察偏差营业日的这种方式，或者我们进行一个SOFR 的一个单利的一个计算，那如果是用 term SOFR 的话呢，我们就仅可使用单利来计算，对于这个贸易融资而言，我们基本上都是选择这个 term SOFR 加上单利，不进行一个回溯。那我们再看下一页。那下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我们同意好的这个新的定价从什么时候开始适用？这个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然后也是我们想在这里介绍的一个未来的利率转换日期的这个概念。那么，对于期限贷款类的产品而言呢，新定价是可以适用于 LIBOR 停止前或停止后，也就是2023年的6月30日之前或者是之后的第一个计息日。那么，如果商定的利率转换日期是早于 LIBOR 的停止日期的话，那么约定的利率转换日期将是最早的一个利率确定日期。如果约定的这个利率转换日期是在 LIBOR 停止日之后，那么将是在2023年6月30号，就是 LIBOR 停止日这个日子之后的第一个计息日。那么对于贸易融资而言呢，利率转换日期是可以在2023年6月30日或者之前，但是不能晚于2023年6月30日。并且在利率转换日期或之后的任何新提款，都将按照 SOFR 或者其他商定的非 LIBOR 替代方案来执行。下一页。那我们进行完前面的一些考量以后，我们就需要考虑还是否需要进行其他的任何的调整。那鉴于 SOFR 是一种无风险利率，所以我们需要使用这个调整息差来考虑定价中的信用因素。这个前两位同事也已经给大家进行过介绍。那么
我们的这个信贷息差呢，它会作为就是在这个贷款产品中定价的一个单独的组成部分。但是在贸易融资中，由于贸易融资都是比较短期的，那么这个调整息差呢，是会被作为一个元素包含在修订后的息差中，也就是它不会被单独的反映出来。下一页。那么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调整息差的问题以后，您可能还会问，如果我为我的这个期限贷款选择了前瞻法的这种信贷调整息差，那我的贸易融资是否会采用相同的调整息差？那简短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调整息差是反映了市场对美元 LIBOR 和这个 SOFR 之间隐含的一个未来息差的看法，当然也会就是有一个期限的这个标度，所以对于一笔2年期的贷款和一笔30天的贸易融资来说，这个里面的调整息差肯定是会有所不同的。下一页。那我们在这一页里其实会探讨一下，就双边贷款跟银团贷款的合约修改的流程是否相同。那其实，在修改过程中的步骤是基本相同的。如果各方同意使用新的基准，根据是隔夜 SOFR 还是一个 term SOFR 来决定利息的计算，然后谈好了新定价何时生效，以及是否需要进行任何最终的调整，就是从这几个方面来考量。但是对于银团贷款来说，它会有更多的复杂性。我们可以看到灰色方框中的一些说明。那在修改过程中，由于银团贷款会涉及到双方，所以是建议大家要尽早开始修改讨论，这样能够更早的就是达成一个修改的一个协议。那么在同一个协议中呢，往往还会涉及到多个产品，所以就增加了讨论的这个复杂性。那另外可选的修改方案也比较有限，因为银团中的不同银行它会有不同的修改方案，这些方案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这个参与行，所以呢，就是越早开始进行讨论，可以尽早的做出计划，并且减轻风险。那银团贷款中呢，需要达成协议的各方面的数量呢比较多，所以也会更加的耗时一些。所以呢，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对于银团的转换一定要尽早开始讨论。下一页。那我们其实今天分享了非常多的信息。如果您针对今天的这个内容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在后面会帮您来进行解答。那可能我们在过这些幻灯片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已经回答了您的一部分问题。那么在我们进入这个问答环节之前，我们想要再跟您就是跟大家来提醒几个关键的要点。一个就是说，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提到美元的 LIBOR 其实很快就会被停止使用了，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尽快的去评估您所有的产品组合，并且对于如何的转换各种合约要做出自己的一个独立的决定。然后在评估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需要根据您自身的需求来评估修改方案。以及要考虑过渡的时间表，因为我们距离2023年的6月30日可能还只有不到9个月的时间了。那对于期限 SOFR 和隔夜 SOFR 呢，要权衡一下就是你选择它的这个利弊，然后最后呢，就是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寻求独立的一个外部建议。那么我们演示结束后呢，会把今天演示的这个材料都发送到大家的邮箱里面去。那材料中也包含了一些内部和外部的资源，并且我们的会议录音呢也会上传到我们的渣打银行 Libor Events 的这个网页链接里。这个网页链接，还有相应的一些资源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下一页，就 PPT 的下一页当中是可以找到的。好的，那我这一趴就先到这里，谢谢。谢谢大家。现在我们进入问答环节。我们收到好几个问题，有关PPT 跟这个分享会的录音。那在这几天内，可能应该是星期五或者下个
如果您有注册参加这个分享会呢，就会收到分享会就会收到渣打银行发给您的电邮，电邮里面会有会有可以获得 PPT 跟这个分享会的录音的资料。那在这方面呢，如果您没有收到，如果您在下个礼拜没有收到这个电邮的话，请跟咱们的客户经理或者销售人员联系，然后我们可以发给您。好了，还有其他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有一位问有关sofa 跟 term sofa 的一些资料和历史的数据。那有关隔夜 sofa 呢，是您可以在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网站获得 sofa 隔夜 sofa 的资料跟历史数据。那关于 term sofa 呢，您可以从 CME 就是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网站获得term sofa 的资料跟历史跟那些历史的数据。所以这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关term sofa 跟 sofa 的一些资料跟历史数据。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有关提前计息或者是延迟计息这两个分别，这是什么意思，而且这两者有什么分别。那这两个问题可能我请同事，如果请我同事轮周来解释一下。好的，其实这个两个概念呢很容易理解。那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不管是针对融资还是贸易相关的呢，LIBOR 或者是 SOFR 这些基准利率呢都是用于计息的。那么就是对于一个给定的周期，这一期间呢应该收取什么样的利息。那么这个利息计算呢，对于 LIBOR 以及 term SOFR 来说，它是前置的，就是在这个计息期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这个计息期应当对应的是多少利息，什么利率，这个呢就是前瞻性的。而后置性的呢，顾名思义，也就是它只有当这个计息期行将结束的时候，可能就只是提前几天的时间，我们能够算出来说这个计息期应当对应的这支付的利息是多少。那么这个就是后顾型的一个利率计算。谢谢司令。下一个问题是有关，如果说您已经签署了 ISDA 的后备协议，这是否意味着说公司跟银行关于在定期贷款和掉期合约之这两项呢？如果公司是跟咱们签署了 ISDA 的那个后备协议，这意味着公司不需要更改现有的贷款跟那个掉期合约。这个问题可能我请贾老师，贾静，您可以帮忙回答这个问题吧，谢谢。好的。针对这个问题我想说，就是 ISDA 的这个 IBO 的这个议定书的签署呢，它只是一个保底的措施。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基本的根据监管的要求的一个我们最差最差或者是最后就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但是对于刚才讲到的这种融资连接的掉期交易呢，其实我们还需要看这个 ISDA 后备那个 IBOR 的议定书所提供的这个后备机制，包括就是在 waterfall 下给的这个参考利率，还有这个定息的方法等等，是否与我们这个 swap 我们这个掉期交易所对冲的那个基础贷款交易是否是匹配的。举个例，比如你的基础贷款交易，你走的那个后备机制，你是用的是一个期限 sofa 作为你的参考利率，那么在我们的对应的掉期交易里面，我们就不能再默认使用复利的 sofa， 我们就需要跟着这个贷款交易一起去使用这个期限 sofa 作为我们的作为我们的转换的这个参考利率，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基础贷款的交易的现金流和我们对冲的这个掉期交易的现金流才能保持完全的一致。否则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对冲的安排
就是一个不完整的，我们的贷款向下的这个利率风险就会暴露在外。所以这就是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提议说，即便你签署了这个 ISTA 的这个 IBOR 的这个议定书，对于这些比较特殊的融资连接的掉期交易，或者是包括跟这个这个贷款交易在一起，我们都是建议进行一个更加积极的主动的转换，而不是仅仅的依赖这个保底的议定书。谢谢。谢谢您，小金。我还看到了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有关如果要修改现在的，就是这个第十九页合约修改流程的演示有关说采取贷款一致的标准可能会产生额外的成本。这个问题可能我请子林您解答一下行吗？谢谢。嗯，好的，刚才的问题是关于前瞻法和历史法的 CAS 是吧？那个是下个问题，可能你英姐这个 CAS 的这个问题之后可以解答。前面一个就是有关第十九页那个修改合约的那款额外成本，对吧？对，额外成本，对。那么刚才讲到我们现在存量的挂钩 LIBOR 的合约呢，都会一致的被修改成为挂钩 SOFR 的合约，那么同时再加上一个额外的信贷调整息差的这个 CAS。 那么所以我们这里讲的这个额外成本呢，其实并不应该被理解成是一个成本的概念，而是这个回到这个 CAS 的概念。那么它体现的呢，其实就是 LIBOR 和 SOFR 两者之间的本身的一个差异。它并不是对于现在这两者的水平之间的差异，而是也是考虑到合约的这个未来的这一段期间里面呢，市场对这个差异的一个定价。那么所以我们这里讲的这个与贷款一致的这个标准惯例产生的这个额外成本呢，更多的还是要看回到贷款是如何去修改的。如果是一个衍生品直接去匹配贷款呢，那么我们首先会看到这个贷款的这个修改是遵循什么样的惯例，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衍生品呢去遵循贷款的这一个修改的惯例。那么这样呢就会导致衍生品上面呢会有一个衍生品的 CAS， 而贷款上呢又有一个贷款的 CAS。 如果这两者不是在同一家银行做的呢，那么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息差上的不一致。但是呢，如果这个贷款的转换呢和市场的惯例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偏离，那么我们觉得这样的这个衍生品和贷款之间的这个转换呢是能够一致进行，并且不会产生过多的这个额外的费用的。好，谢谢史丽。我现在我们暂时还没收到问题，而且我们已经到达了3点钟。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请您直接联系咱们您的那个客户经理，或者直接联系渣渣银行我们的销售人员。那再次谢谢大家参加今天的那个分享会，希望再下次还会见到您，谢谢您，再见。